接触性，所以要看到所有的手势，不仅要化学药，那这个时候还有整个皮肤组织的反应。那他们这样子的说法，因为你是工作环境，例如像在家洗，或者是其他厉害东西的时候，但他不能处理这环境的时候，他的接触性皮肤组织或者可能是手就会发生湿疹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照片，这个图片是湿疹，您刚说的医师好，因为这样来说，你会看到这个局部的红的情况。是两面妆后，对对对对对，因为看到局部比较干燥的，所以说，其实在这个情况下，一开始皮肤比较干，但是也不能被染进进入水里来洗这部分。哦，所以其实刚开始是这样一颗一颗的，对，有可能开始只是局部的，不是很痒。